天成少爷，你英年早逝，你心中记挂的只有彩霞和两个女儿。但是这么多年来，我只能照顾明珠和明月，却对不起彩霞，害他死得不明不白。我对不起你，就算到了天上，我都没脸面对你。我怎么了，孩子？你虚弱晕倒了，还跌到了水里，是我救了你，你不要担心，现在你在医院里，啊？哎，你需要好好休息，不要动。你想干什么？我不能看病，我没钱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医药费我帮你付过了。孩子，你怎么那么虚弱还不来看病呢？是不是你没有钱买吃的？跟我说，你叫什么，住在什么地方？孩子，你跟我说呀，你叫什么，住在什么地方，好吗？我……哦，来。哎呀，你就不要起来了。我不认识老爷的，你问这些做什么？你不要害怕，我问你这些呢，是因为你生病了要住院，我要帮你办些手续啊什么的。我不能住院，我要赶紧去给姑姑买糕点了。现在几点啊？差不多2:30了。啊，糟糕，都已经2:00了。我从上午帮姑姑买东西，下午2:00还没回去，奶奶和爸爸一定会打死我的。哎，你现在需要休息，不能动。你爸爸和你奶奶要知道你生病了，他们一定会很担心的。这样吧，你告诉我你住在哪儿，我去派人通知他们，好吗？他们不会担心我的，他们一定气死了。哎呀，我回去一定会挨打的。你不用担心，孩子，我会派人去跟你爸爸和奶奶做解释的。我的衣服呢？啊，你的衣服在那边，不过你现在没法穿，都已经湿了。哎呀，哎，这，哎，孩子，衣服湿了怎么穿呢？哎呦，哎，你找什么呀？你衣服那么湿，不能穿呐。啊，还好钱还在，我不能耽误时间了。哎，孩子，你现在生病，不能穿着一身湿衣服跑出去。你要买什么告诉我，我叫人帮你去买啊。老爷子，您不要再耽误时间了，您不要再害我了，我求您了，您放我走吧。哎，这孩子到底在害怕什么呀？难道他家人真是那么残忍地对待他吗？哎，生病了还要走，哎，怎么会这样呢？
老爷，这是给那小孩的药，说是饭后吃的。他已经跑了，不知道他在害怕什么，好像受到很多伤害，受到很多虐待。哎，我真不应该让他走啊。这药你先拿着，我一定会找到他，亲手交给他。啊，对了，老爷，您不是要去看昨天救了小姐的那个卖面妇人吗？是啊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我们走吧。好。护士，你说什么？那位太太她已经出院了。她坚持要出院，我们也没法子留她，真是抱歉。啊，那我再问一下，她的伤怎么样？不碍事吧？她的心伤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医生发现她的脑子里有些旧伤，应该住院观察。但是他就是不肯。什么旧伤呢？对不起，我们不方便透露病人的病情，但是他最好能回来做更仔细的检查，以免旧伤越拖越重。嗯，我会找到他，当面谢谢他。啊，谢谢你啊，护士。啊，没事的。都这么晚了，我现在才回来，奶奶和爸爸一定气坏了。狗子，过来。你买个点心买到哪里去了？头晕，掉进水里，然后有人救了我，把我送到了医院，所以耽误了时间。掉进水里？我看你是出去玩，玩得浑身湿透了，才想编个谎话来骗我们。我没有啊，我没有骗人。等你把点心买回来，你姑姑都回去了，叫你做的事没有一件做得好的，养你这个废物有什么用啊？去去去，让老板给你找份事做，别白吃我们的饭。跳进水里，这是笑话，谁会跳进水里救你这个小崽子？我没有骗人呢。哼，这小子就爱撒谎，我看见他就烦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不是喜欢在外面鬼混吗？还进来干什么？我警告你啊，你昨天出去偷吃面的钱没有还来，你就别想进来。我没有偷钱，爸爸，我没有偷钱啊。你想进去是吧？行啊，反正我不管你去偷也好，抢也好，你去弄钱回来，拿钱来见我，否则你就不要进去。我没有偷钱，爸爸，我没有偷钱。早上到现在，什么都没有吃。要是能再吃到卖面阿姨的面，那该有多好啊！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慢慢吃。不行。我不能再回去跟他要东西吃，我不是乞丐，而且如果让奶奶知道的话，她一定会打我骂我的。
满面的爱意，你人真好，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当你的孩子，那样我就一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孩子了。生意啊，不用做了，收了吧。是啊。哎，彩霞姐啊，你昨天受了伤，怎么也不歇着呀？还做生意啊？我没什么事，伤口都不用缝针。哦，那就好。你看看，今儿下雨啊，你还是收一收吧，别做生意了。今天呢，应该不会有客人来了。反正都出来了，我就做做看吧。啊。昨天他吃着豆干时特别开心，他要是今天来了，我就多切些豆干给他吃。他看起来很瘦，不多吃点东西不行吗？是你的孩子吗？不是我的孩子，如果是我的孩子就好了。这么乖的孩子竟然被他奶奶和他爸爸折磨成这个样子。好了，咱们进来再说啊。好，进去，走吧。狗子，趁热把它喝了，来，暖暖身子，来喝吧。叫狗子。嗯，你的衣服都湿了，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换洗的衣服，给你买了一套来，在医院的时候要给你，没想到你跑了，赶紧拿去换吧。哎，这孩子，这是人家的一番好意，就收下吧，别怕你奶奶说什么。狗子，还有啊，医生说你的病啊还没有好，要吃药。你药也忘记拿了，我就给你带来，都在袋子里。你要记住啊，三餐之后吃一包啊。别说三餐，这孩子一天能不能吃上一餐都难说呢。
为什么？他的父母不给他吃吗？何止是不给他吃啊，还动不动打他骂他。昨天晚上就没让他在房间睡觉，在门口蹲了一夜。就算是养条狗，也不能对狗这么无情吧？看了真让人生气。哎，这也太过分了。狗子，你的奶奶和你爸爸为什么这么对你啊？他的奶奶和他爸爸现在在这儿吗？哦，在。麻烦你请他们过来，我有话要跟他们讲。好，我这就去叫。谢谢。哎，趁热喝了吧。嗯。老板，什么事啊？王太太，楼下有人找你和令公子。找我们？对，是个非常有钱的老爷，你们俩快去吧。啊，哦，好好好，一定是秦风。美珍回去以后啊，跟他提起了秦风要来接我跟天宝去过好日子了。哎呦，天宝，天宝，戏来了，戏来了，你妹夫来接我们了。哎呀，那就让他过来呗。你这小子，睡成这个烂泥样，气死我了。好，你不去就算了，我自己去见秦风。不能让秦少爷等着，我先去见他。老爷，我已经叫过他们了，他们俩马上来。啊，对了，我现在去给狗子煮碗面吃。啊啊，谢谢你啊。哎，狗子啊，你好像吃过很多苦，你上过学吗？我没有上过学，但是我认得很多字。你没上过学，是谁教你的字啊？是我自己找别人认的。有时候我在路上看到广告，看到传单，我就找那些上过学的人，问他们上面是什么字，就这样一个一个认下来。当初彩霞也是这么好学，她不认得几个字，但是天成少爷一教她，她就学会了。这孩子怎么这么像彩霞和天成呢？既然这样，狗子，你想不想找份工作做呀？我可以给你一份工作，让你赚钱，但是你必须要住在我那儿。那您得先问我的奶奶和爸爸。当然，当然会征得你爸爸和你奶奶的同意。那，老爷，我工作的话，是不是可以赚到钱啊？当然，当然会赚到钱了。你工作，当然要给你薪水了。太好了，那我就可以赚钱给奶奶和爸爸，他们一定很高兴。不会再愁眉苦脸了。是阿忠，那个人是阿忠，阿忠找到这里来了，他找到明辉了。狗子，你真的要赚钱给你的奶奶和爸爸吗？嗯，我的奶奶跟爸爸没有什么钱，所以他们常常被那些房东赶来赶去的，有的时候甚至连饭都没得吃。假如我能赚钱的话，我就可以孝顺他们，他们也不用那么苦了。
那你爸爸为什么不去工作呢？原来阿忠还不知道眼前的这个就是明辉，是王天成的儿子。哎，面好了，好吃吧。哎，你奶奶和你爸爸怎么还没下来？哦，行了，狗子，先把面吃了，然后再吃药，好好休息啊。我一会儿还有点事情，要先走一步。这点钱，你先拿去吧，啊，自己买点吃的，别饿着了。回去跟你奶奶和你爸爸说，你找到工作了，而且薪水很高，希望他们同意，然后带你来找我。我姓李，叫李阿荣，开李记洋行。如果你的爸爸和你奶奶同意，就带你来找我，啊。哦，这么说，您就是李记洋行的老爷？嗯，是我。再见。啊。狗子，记住，来李记洋行找我。老爷，你慢走啊。狗子，你出头了。狗子，李家是厦门最有钱的人家，李老爷又是个大善人，常常接济穷人，他来找你肯定是你的福气，你能在他手底下做事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哎呦，你看我只顾自己说，快吃面来。你现在有钱跟你奶奶交差了，他们也不会再为难你了啊。来来，先吃面啊。哎呀，慢点吃。天宝啊，天宝，来，天宝，快起床了，天宝，起床了，起床。哎呀，妈呀，能不能让我睡个觉啊？哎呦，我的宝贝儿子，我们要翻身了，我们要发财了。什么事儿？不就是秦风要来接我们去过好日子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那个秦风算个什么东西？跟张阿忠比起来，可差远了。你知道我刚才看到谁了吗？我看见张阿忠了。什么？张阿忠？王家的张阿忠？他现在改名叫李阿荣了。看起来非常有钱，而且他不知道王明辉在我们的手里。张阿忠当年拿了我们王家的财产跑了，后来跑到了这里做生意，如今他可发了，现在让我们碰上了。还好我手里还有一张王牌，要是我们能好好运用这张王牌，张阿忠一定会把钱乖乖的给吐出来。妈，你的意思是我们能把钱要回来了？嗯，我们能像以前王家那样钱多到用不完啊？天成的儿子在我们的手里，你说他要拿多少钱来换？哎呀，不对啊，妈，万一那个张阿忠他只要钱不要狗子怎么办？奶奶，爸爸，奶奶，奶奶，你看我这里有钱了，我还有新衣服了呢。狗子，进来，奶奶有话问你。你说说，哪儿来的钱？还有这些新衣服？啊，这些东西都是楼下那个李老爷给我的。他还说让我去他那里打工，这样啊，他
他会给我薪水，让我赚钱。哎，我看看。哇，一出手就这么大方啊！狗子，敏慧，坐坐坐坐，哎。哦。他想让你去他那儿上班是吧？嗯。那条件可得开好了，薪水绝不能少啊！敏慧，他有没有说要给你做什么？给你多少钱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！你还拿人家的钱，你就不怕人家骗你，还要把你卖掉？不是这样子的，李老爷他是好人。啊，上次我掉进水里，就是他救了我，还把我送到医院去呢。掉进水里救了你，就是好人呐。你怎么知道他有什么居心？你看你傻乎乎的，他要你做什么？白费时间，白费心机。敏慧啊，你还小，不懂事，外头坏人多，别给人家这么一说，你就跟人家走了。那个李老爷啊，是不是坏人呢？还很难说。这样，我跟你爸去查清楚。在这之前，你千万别跟人家碰头，知不知道？哦，哦。来，给。这个你拿去买东西吃啊。乖，省着点用啊！谢谢奶奶。你们啊，衣服换一换啊！啊，哦，阿姨，阿姨，你来了！阿姨，吃饭了吗？饿不饿呀？哦，阿姨。这是我欠你的钱，我奶奶给我的。你又没欠我钱，干嘛还我钱呀？昨天的面不是没付钱吗？唉，昨天那个面是我叫你陪我一块吃的，我又没要收你的钱。啊，这个呀，你拿着，放兜里，要用的时候再用啊。我呀，这就给你煮面去，等我一下。阿姨，我来帮你吧。帮我啊，帮我打开锅盖。我们呢，先下面。看见没有？就像这样，揉面一定要有耐心。你来试试看。对，就这样。对了，你这么揉面就对了。很好，不错。嗯，下面了啊。然后就搅拌一下。把面散开了，再盖上锅盖。我跟你讲，千万别烫着了，这很烫的。啊，我懂了。给你筷子再试试。哇，这筷子好大呀！不要搅拌得太厉害了。阿姨，这是我做的，你尝尝看。好。我尝尝看，来，我尝尝看啊，怎么样？嗯，好吃。哎，我也尝尝，真的好吃。嗯，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像阿姨一样卖面了。你是男孩子，要做别的事情。阿姨是什么都不会，才在这儿卖面的。可是我也什么都不会啊。我奶奶说，我傻傻笨笨的，什么都不会，根本就没有人愿意请我去做事。不过现在好了，阿姨教了我做面，我现在呢，总算有一件会做的事情了。是啊，有个一技之长，
也不至于被饿死。行，阿姨就教你做面，阿姨教你怎么揉面，然后怎么做高汤，还有怎么做这些小菜，好不好？阿姨，你真的愿意教我吗？是啊，太好了。等我学会做面之后啊，我也要开家面铺，以后天天做面给奶奶还有爸爸吃。你真是个乖孩子，对你奶奶和爸爸这么孝顺。哎，你妈妈呢？我妈妈在生了我不久之后就去世了，我是奶奶和爸爸养大的，所以我要好好赚钱，好好孝敬他们。快点吃啊。老婆娘结账。啊，来了。啊，阿姨，阿姨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，来了。哎，多少钱？两碗面，两个小菜，一共是3块钱。啊，好。哎，给你。谢谢，有空再来啊。嗯，好。来，走走。阿姨，啊，我来收拾吧，你休息一下。啊。狗子，把碗放在盆里泡着。对，就在那儿。这孩子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啊？好像我早就认识他似的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哎，快吃面吧，面都凉了啊！快吃，好吃着呢，这面。好吃吗？嗯，多吃点。嗯，再来点。嗯，再来点。啊，不用了，谢谢阿姨。多吃点。阿姨，我真想快点学会做面。你那么聪明，一定会学会的。哎呀，哎，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今天走路一直磕磕绊绊的，你哪里不舒服啊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自从昨天被打了之后，我就经常头痛，哎呀，头真的好痛啊！阿姨，我来推好了。不舒服啊，我头很痛啊，你帮我那个桌上的药拿一下。好。谢谢。阿姨，你先进去躺会儿吧，我来收拾东西。谢谢你啊。
经常这样，有时候做了噩梦什么都不记得，我有时候做了美梦，我就会反复的去想，努力把它记住。哦，对了，阿姨，你刚才梦到我了，你在梦里叫我的名字呢。是吗？我叫你的名字啊。嗯，不过你怎么会知道我叫王明辉呢？你叫王明辉。嗯，明辉，明，哎呀，可能啊，是你以前告诉过阿姨你的名字。阿姨这么大年纪，记什么事情都是稀里糊涂的。阿姨，天色不早了，那我先回去了，我明天再来可以吗？可以啊。那你明天要来啊？你要来要帮阿姨的忙，阿姨还可以教你做面。如果你来不了的话，你就来跟阿姨打个招呼，我只有见到了你，阿姨才会放心啊，行吗？孩子，你哭什么呀？啊，你哭什么？别哭啊，啊，别哭。从来没有人这样关心过我。我的妈妈在生我后不久就不要我了。他如果像你这样，那该有多好。天下没有父母的孩子是最可怜的。阿姨跟你说啊，没有哪个父母亲不爱自己孩子的。你妈妈离开你一定有他自己的苦衷，他一定很想你，希望跟你重逢，啊！真的，可是我奶奶说，是他不要我的。你这么乖巧体贴的一个孩子，你的爸爸妈妈一定也不是坏人，说不定他们正在什么地方想着你呢，对不对？也许吧，可是我没法知道我的妈妈她是不是正在想我。
坐这儿。你看见天上的星星了吗？嗯。你看着这些星星，你妈妈在很远的地方看着同样的星星，你就把你想说的话通通地告诉这些星星，你妈妈就知道你的心情。